这一颗可能是今年的第一颗南瓜，因为呢，它真的好像有授粉成功的样子，因为它这个立的非常漂亮，像这个，就是失败的南瓜，它长得你看它一开始就黄黄的，就没救了。那像这一颗呢，理论上应该是成功的南瓜。OK， 非常兴奋，因为种南瓜最主要就是要让它挂果。今天终于看到第一颗果实，真的不错，加油咯。两串胶有一串胶了，已经被叶片盖住了，现在已经拍不到它了，但没关系，从它正下面还是可以看得到，但现在呢，因为已经走上来，就没有想要再走下去。今年呢，第一次看到香蕉虫呢，一次长了两串香蕉，也煞是可爱。 OK， 我们有空呢再下去欣赏一下，或者过一段时间叶片呢掉了以后或枯萎以后呢，或许再拍它也是不错，反正有很漫长的时间要等待它成熟嘛。 OK， 这是我们家的香蕉，这一颗是我们的矮种木瓜，算是采收以后呢，我给它的生长点砍断了以后，不知不觉之中呢，它又长了侧芽，侧芽以后呢，我今天看了一下，好像又开始有挂果的迹象，这是它的母花，又开始有母花长出来了，是不是有可能再挂出一些矮种木瓜，这倒是值得期待。总之呢，可以感觉出它枝芽又很茂密，然后长了很多的侧芽，应该是有机会吧，加油咯。今天终于发现了第一朵四季豆的小花，终于开了，也就是四季豆呢，正式要进入生产的时节，这继小黄瓜以后呢，我们家的蔬果呢，又多了一个要结果的植物，就是我们的四季豆，在这上面呢，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的花苞了，加油咯四季豆。这是我们家的丝瓜，也终于爬上了丝瓜架，这是很期待已久的，终于爬上去了，但是三颗里面只有一颗爬上去，另外两颗呢还在力争上游吧，加油咯我们家的丝瓜们。